搬家了。那我哎，我们要我说，那我要睡哪一间？看你啊。哥怎么样？好点没？走了。开心，因为我们有两大舞者，所以大家都很跃跃欲试。但我的脚还没好。俊哥，你住在哪了、啊？我们八号啊。对对。没变。对。我们等一下五分钟之后，我们可以约在八号吗？好，八号。给自己部落总结一个特色。特色啊，我觉得舒服。我希望是一个舒服的状态。Are we having four people in here or three? Four. You, 徐良，栋梁，我。好。这样。我突然发现我们房间会很舒服，会很凉快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徐良跟栋梁。如果遇到分歧的时候，有个几率。那当然听我的。对啊，你们有谁的个人喜好值比我高吗？没有了，我开玩笑。我们大家当然会透过讨讨论来。我们现在 X Zone 的首选是新国风的，加上 X 街舞的 X Park。OK。但是我要现在先确定一下，就是有谁想参与哪个部分？我觉得我肯定是 X Zone 更合适。我觉得这个张三的歌的话，应该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熟。OK， 因为 X Zone 我跟他选曲，我还有点版权优势。我就 X Zone， 我就 X Zone。我因为我有很多经验，而且我本来就是跳这个出来的，发挥你的特长。对，我会更有把握。哦，我还是 X Zone 吧。如果是真的是国风的话，因为我也可以贡献国风的唱法。就 X Zone， OK。那这样我们基本上就分完了，张三的歌就是剩下的五位哥哥成员。Perfect， 我觉得现在非常的，是不是还是蛮有效率的？大家都非常舒服，真的非常棒。一开始我们自己选了我们自己想要参与的那首歌，大家愿意为了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去付出。那个歌曲 X Song 定了是那个咱们的一首歌叫《灵人》，然后呢授权就免费给就行了。然后现在有个这么个问题啊，就这个歌曲需要重新编曲，让韩老师现在去敲那些。比较适合舞台感的编曲大师啊，找这种舞台感大师，电影感。OK， 那我们就是先张三的歌吧。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 X Part 呢，我们是想一个方案，就是说一个哥哥在桌上跳踢踏，另外一个方案是两个哥哥在桌上跳踢踏，带动那个气氛一起打。所以这两个方案里面，我不知道哥哥们更加偏向于哪个方案。我肯定得跳啊。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一个歌者的身份嘛，对吧？我以前跳学拉丁的时候有学过一小部分踢踏舞。那就这样子吧，就是最老的跟最小的。可以 ，OK。我为了让他们更像是专业的踢踏舞，所以我自己请了一个踢踏舞老师来上踢踏舞的课。您好，老师。您好。您就是我们的踢踏舞老师。是的，很高兴见到你。踢踏舞，这个我觉得太期待了。你看啊，老师，就是我那段这样，我先做给啊，做给您看。就是跳肯定是我的短板，如果说跳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舞蹈，我觉得又是我的长板。这儿是这样的，踏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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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踏。吓着您了吧？那因为刚才都没有跳跃感，那我们只要做多一个声音，就感觉踢了他了那么一回事。一打二，三，哎呀，三打跳踩大，对，可以了，可以，我消化一下啊。哎呦，刚才练了一下，这小腿肚子就抽筋儿。这个不要老说你的年纪啊，但是的确年纪呢是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我亲戚的妈妈早知道了，她说我的记性的确是越来越不如从前了。我们要飞向那遥远地方，哎呀哦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。我做反了啊！我做反了，我做反了。蔡老师可能在起舞的部分不是非常协调。那为什么没有说呢？我没有说不表示我没有尝试去解决。昨天抠的怎么样？他昨天就是都弄完了，没怎么抠。但是你得就还是得抓着他练。嗯。大大大。左边。哇哇。
我必须要用我的演艺经验告诉我，就是劳逸结合。嗯，因为我们还要用嗓子唱歌，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舞蹈。如果说它纯是一个舞蹈的话，我也觉得没必要把体能全部都耗光，要努力，但是不能强努，要拼搏，但是不是拼命 ，OK？ 这是生活的艺术和哲学。目前它的完成度怎么样？它大概只需要在两个礼拜就能够完成，就是达到演出的标准。但是时间来不及。啊，这是本组最大的危机。每个人都要负责提醒蔡老师，他那个第一个那个他的。好，蔡老师，飞到那遥远地方。鼓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Relax, relax, OK。你唱一遍的时候，你就打开。我就是正着打，我就有点这样侧身的是吧？对，你只要一侧身，兜起这边手一兜，往这边一来，这就可以去被踩。你要确定那个两个人对看那个，要蔡老师要很清楚知道，就是清楚清楚，他给我非常清楚，对，非常清楚。我先一背踩，然后你要练累了，把水果吃一下。好。OK， 我去洗澡了，卸妆了，我先休息了，你们要早休息，听我的。好。好。我先洗澡啊。啊。Come on。当时我躺在床上，我觉得真的，我就想，哎呀，这么躺着多舒服啊！就应该人生就这么躺着多舒服、啊。但是我脑子里又一绷神儿，我就说不行，那些舞蹈动作还没有记下来，没那么熟，我就练练练，在那练。但是后来我真的是睡着了。全体成员请注意，吓死！全体成员请注意，红牌小考规则已在客厅发布，请全体成员自行前往查看。突然那个天音一出来，一下把我咯噔就给我震醒了，我自己都觉得傻了，我咋好睡着了？小考分为两轮，第一轮视频考核，每个部落提交两首歌曲表演视频。其中各部落教落的一曲表演成员进入第二轮的考核，然后将对表现较弱的两名成员发放红牌，且所属部落成为红牌部落。红牌所在部落将在本场比赛中面临更大的竞演风险。什么叫更大的竞演风险？就比较容易输吧，可能有一些扣分机制吧。明天之内提交视频，后天是现场考核。请队内填写预约各部落两首曲目的视频录制时间。那我们是六点吧？6点到6:20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觉得6点挺好。晚餐后，晚餐后，对。